冰雪新课堂，冬奥我来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露，今天来给大家种草一下滑雪这项运动。滑雪在奥运项目中分为高山滑雪、自由式滑雪、单板滑雪、跳台滑雪、越野滑雪、北欧两项，总共七个项目。竞技滑雪是追求速度、追求技巧的项目，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挑战的，但是观赏性极高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奥运健儿们酷炫的赛场身姿。当然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都有滑雪场啦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到现场感受滑雪的魅力。搜索小红书冰雪季，和我共赴2022冰雪之约吧。小红书。